啊，一间就是设置古堡内底一些博物馆。展厅断掉，啊，是关于失修一些古堡。一些旧的建筑物，到这就是马尼拉的这国际机场。今天我点几桌了？那节省得花多少钱？这趟飞机方便啊？你那边吃好？你那边好不？你那边能好不？那边要坐，不是讲坐，要进去边边边能好。咱四暗五日，而且菲律宾的旅游。到今仔日结束了，即马啊，伫这马尼拉机场啊，听候要坐飞机，要转来台湾，要来投宝贵，而且机票选咱啊台湾啊，来也是这中国多次的这总统的选举。咱来遮
啊，看这马尼拉，而且国家，啊，这百姓的生活状况，啊，一些啊，来对一些风俗习惯，大概大家心内啊有真多的感想接到，啊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啊，比较咱台湾，啊，咱赛事，啊，咱的生活，比较遮啊，性格骨碌八百。啊，这旅游中间，啊，予大家照顾，踮遮，向各位深深啊，说啊，这感谢啊，致意。谢谢大家。有时间，啊，我是希望讲，啊，咱在啊老伴老友，啊，大家各会当啊做阵。出来旅游，像这位啊谢文学老先生已经82岁了，哦，伊身体也非常，而且强壮，健康状况非常，而且良好，伊唔捌倒人无着，啊，即卖伫这。啊，机场一些好机械来对。啊，这边中啊，有看到啊，嘟嘟介绍啊，各位队友，一些姓名。啊，我可能是无老高去接到，因为杨德江先生安尼啊，错失机会，甲上老尾啊，再来介绍。安我甲看看咧，啊，你看全部拢有介绍过了。从现在起到扣好安全带的信号解除了，请
不要用所有的携带的电子器材，以免影响到机上的飞行仪器。飞机在飞行中不能使用手机的收音机、电话、电视机、游戏机，还有打火机。啊，咱啊准时坐这飞机，咱即马也要回来台湾咯。祝各位啊，邓去啊，乐意啊，选出那、个人心目中的一个爽啊总统。在家啊，祝各位啊，回来台湾事事如意啊，身体健康。